现在时间是12月1号的早上8:27，这里是广州市天河区的珠江新城地铁站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上班早高峰广州地铁的现场情况。欢迎光临珠江新城站。可以明显看到今天过来乘地铁上班的人数比之前多了很多，昨天早上珠江新城地铁站这里的人比现在这会要少多了。自从广州在昨天11月30号下午多区发布通告全面解封临时管控区域后，现在广州的大街小巷基本上是恢复了人间烟火气，人们也是回归到了常态化的生产生活之中。看现在地铁车厢里这十分拥挤的场面，这不就是以前熟悉的画面吗？相信广州很快就会一切如常了。搞小高堂走动。 During your journey, please always wear a mask. Keep social distance.可以看到今天上班早高峰，这边三号线的地铁车厢里真的是挤满了人。再来看一下今天从临河西地铁站下车的上班族，也是比之前明显多了很多。再来看一下这会9点多的广州地铁一号线体育西路地铁站。可不可不要这么样，徘徊在目光内，你会察觉到我根本寂寞难耐。即使千多百个深夜曾在梦境内，我又问过你，这毕竟并没存在。